那谢谢已经已故的陈慧琳导演。那其实我在他最后要离开之前，我在他的床边，因为我们大家都陪着他，然后我握着他的手，就是我25号金马奖，你确定不要撑个几天吗？然后我想说，如果我拿了怎么办？然后拿了你会相信吗？那个从以前五个字都讲不好的演员，到拉背都可以挡到女主角的脸的一个演员，你会相信我拿得到金马奖吗？那真的拿到了，然后我很感谢他了，因为刚刚在已故的演员当中，我有看到他的名字，然后看到他的照片，其实那时候我就已经很动容。那因为《复读青年》前面几个奖落空了，然后其实坐在他旁边我蛮紧张的，对，因为他那个低气压感受到，所以我是觉得，因为前几年的这样子累积，我也非常任性，非常叛逆的把自己的身体操了一遍。那我自己觉得在40岁也够了。就是这四个演员当中，我应该是对他最凶的。就跟你啦，我就跟你，中文啊，不然这样，叫你们两个那个，来又两个。啊！叫你们后面那两个出去！叫你后面那两个一起出去！大家好，我是吴康仁啊，我在戏里面的角色名字叫做花拓野。这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太娘炮了，很好笑啊！这什么太娘炮啊？你他妈的是我娘炮！花拓野在戏里面是一个蛮单纯，应该说没什么心机吧。那因为他生长的环境可能都是一些比较淳朴的一些村民，所以他有时候会。有一些些的那种乡下人的洒劲嘛。吴康仁是这边里面所有的演员当中我唯一合作过的，他真的让我非常的喜欢。第一个他很认真专业，然后就算他的角色很就是戏份不多，可是他还是会跟你讨论，然后他总是在第一次就诠释到我想要的感觉，所以我就觉得他很棒。我对镜头、对所谓的走位，都其实不是很了解。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们就有聊到，其实就是导演，但导演说一句话就是你不要担心，因为他既然会找我来，也知道我可能没有经验，他会负责告诉我。现在不会啊，对不起。啊，喝饮料，喝饮料。是没有拿回原来的录影带，影响还是很难还原。就算证据不足，你看镇长到底什么样？我讲到底怎么样？打死我，打死我吧！是，就现在，就算知道是谁偷走的袋子，你还不能证明你的清白。你刚刚自己在讲台词，说是心虚。一句心虚，我知道你一心虚我就不聊了。导演，这一次就好，一次就好了，我不会再 K 了。阿贵，你快点了。他的鬓角都拍不完了这一场。他的眼睛真的有一种很奇怪的魔力，我觉得不光只是拓野这个角，我觉得他本人其实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气质，然后有点神秘，可是又有一点点。纯真，我觉得那个是很复杂的一种东西，可是你可以在他眼睛里面看到。又叫你又小仙彩哈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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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
来过，哎呦，会变就聊掉了，不会，来过第二次，好好。没有，你有感到好不好？没啦，我还要把我僵掉了。今天跟住你啊，今天。你有看过现场请喝饮料喝这种提神饮料的吗？白马厉害，还有宝丽达 B， 蛮牛，不是蛮牛，蛮牛吗？被脱掉了。我对他评价，我觉得我非常希望他还是能够维持初衷，虽然他这样出去可能会，如果他再接演类似的戏的话，可能会被其他导演骂。就我也常常骂他，其实在现场我是对他，就是这四个演员当中我应该是对他最凶的。叫你们两个后面那个，什么两个后面那个？后面两个，你后面那两个出去。两个后面那个，吓死了！不然这样，叫你们后面那两个出去。关掉，就我跟你把它关掉。来三百来粉，我们还是讲台语。关掉，三百来粉。读中文讲，这样可以挂得到啊。叫你后边那个，你叫我，你挂桥，然后我孙红，我就赶紧等。我答应见你，是因为我想知道慈心现在的情况。他被强制勒解，我有去看他。我问他案发当晚发生什么事。你为什么要跑去问他那些问题？你还觉得他不够惨吗？可不可以不要再去烦他了？只是担心，因为慈心被花芬芳已经害得够惨了，你还跑去问他一些有的没的，让他回想那些经过，你觉得他受得了吗？你放心，该问什么我有分寸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这个官司。我不需要你帮我打官司，我可以跟法官说你是自卫杀人，或是误杀，把你减刑。你
你只要把事情跟我说清楚。事情很简单，人是我杀的，跟其他人没有关系。你不听你自己解释，只是急着认罪，又说跟其他人没关系。你这样的态度，让我觉得这件事不单纯。